全新奥恩神器巫妖之火，效果是携带者每次释放技能后第一次的攻击，这里指的是普攻，会造成额外的魔法伤害，那也就是技能越快触发这个装备效果越快。这里指的快不只是蓝条短，还有技能的释放速度，像辛德拉这种的就不太行。哎，我有一技，他绝对是最佳人选，那就是千珏。千珏的蓝条也只有30，那给上一个蓝 buff 也就是20，满蓝释放技能，然后 A 出巫妖的效果，再平 A 一次又满蓝释放技能，最后一件装备再给上纳什，增加释放技能后的平 A 速度，这套装备简直完美。至于伤害，我们开出死神就能技能暴击，再开出永恒自身增加法强和坦度。因为千珏的技能是发出两根箭矢，平 A 这一下可以看作第三支箭，所以你可以理解成千珏的专精装。你最强的那个千珏减少10法力值，并且技能释放的箭矢改为3支，强化名字就叫做三叉戟。千珏是几？这局是恭喜发财，地点是辅助雕像，开局给他四位卡泰坦，有点可爱，你也想点。但胖胖龙上来给了个巫妖之火，我定眼一看装备介绍，我当时就想到了千珏，简直是再适合不过了呀。开局我们第一个强化，再拿个辅助假人，给他熔炼之心加伤害和重伤，这样我们在前期巫妖一下子就可以打出300多的额外伤害，比千珏正常技能的伤害都高。第二个胖胖龙又火上浇油的给了蓝 buff， 下装环节再搞个纳什，这套神装或者说专精装就威了，现在已经小有成效了，一星就打出了6000的伤害。第二枪分又雪上加霜的来了永恩转，这局还能开出6永森，回来我们先开出4永森，轻松连胜来到3阶段的泡沫龙。这个阶段的泡沫龙基本上是两个蓝仙子和一个奥恩神器，有了这两个复制器，追个3星2废还不简简单单？太妖孽！3星千珏。就威了。最后一个强化我拿了个动感二人组，真正的毒狗就赌他是黄鸡，但很可惜他是真鸡。3星千珏之后也是更加肆无忌惮的连胜，场均万伤轻松取胜。及格环节7级及格来了，我们拉到8级换成6永恒之森，巫妖千珏已经就位。虽说是恭喜发财，但恭喜发财后期的强度也不是啥阵容都